成年人都爱玩的游戏。昨天我抽到了一个打狗棍，然后挂机了一晚上，给我打到了噩梦600多关。看看用送的万能洗炼石能不能解锁进化最终形态。打狗棍现在是凡品武器，还是在1172个洗炼石。那我们就直接开整看看，看看用这些万能洗炼石能不能成功解锁。洗炼石花完了，我们最后升到了新品武器，距离至宝还差1000万吧。没关系啊，我再挂机几个小时，待会儿就能升了。现在点左下最新版本，挂机就会送你新品装备。